囡仔，阮拢送到那新房，阿明是去搭矮仔，他妈都怎？咱国家伙一年肉，那也是很大。那行政院，你编列过你都400亿，啥个地方发动发展他们来？他等下，他把给你比我们百十八代在地方那边找到个地方哪个？上面886都给那里播音阿明。那文化部长是龙应台，那带着一部分一帮阿达达尼亚族，阿妈听对，其实哎呀，来啷个玩？阿是在哪里？你什么啊？马扎达搞搞啥？那你都怎么啊？大把给古代，今天干零古呀呀拉光明啥？马生日都那弄过年有地铺，爸爸六姑娘哦，马路街马是在干，马是在啥搞搞啥？所以今天。伊滴哩茂林国家管理处，啥独路阿车部阿慢，可是巴拉巴顺伢咪三阿对伢阿姐喊多阿滴爸爸你记下啥？买只古的咪阿侬伢做，那阿姐很大。那行政院金建会把他搞的管理，咋再把大南米山南啥400亿管理比变脸，你啥该顶顶的华东发展还能来？也白说啥披萨价，啥顶顶有咖喱锅，阿多呢不送，啥我啥个都带过别的炸弹，阿个几只炸，几只炸，啥你那大都是阿线，啥五年五里岛五里岛那不送爱啥？再该顶顶台湾，我做嘛阿人家说哎呀，没啥顶顶，你台湾阿乡镇啥巷啥？你看，马来西亚努米到比那扎五民原住民族地区汉努一百八百个马来西亚，啥在阿巴达那米扎400亿个白数啥，他等下噶巴克尼比蒙巴是巴达伊在地里努米达比达扎那阿克吉扎那吉啊，啥阿盖阿拉汉努努肯西乎，啥盖地里都你买买的五观光汉那的五沙皮当，啥伊照顾巴巴里外努里不一应，啥伊里啥马蒂能都跟那里不一应阿面，啥巴克尼努华东发展条例还能来啥？啊，以前我们还呢，我们还呢，有华东基金管理会还能来。伊拉无啥一代，一公农民到有比当炸弹，阿达都冇阿达晓啥？啊，以前我们也搞那，而且很大。一定的华东地区发展条例，啥？依照我们现在华东地区推动小组，一下啥呢？那小组啥？依照我说，我们现在努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管理会，那来，啥？现在啥管理不一定，那一定的管理会，伊那。也一个农民到乌边那扎的，阿达的毛阿达晓啥？爸爸了到阿黑镇，我们现在搞阿巴扎个啥？我在这个名册当中找不到。非官方不具有公务员资格的原住民的代表啊，连原民会啊，我们原住民事务主管机关的原民会的官方代表也都没有，你怎么来推动啊？这个管理会如果没有设置我们非官方跟官方的原住民的代表，你怎么来推动这个管理会？因为实际上啊，这个永续发展基金这个管理委员会啊，基本上是在做行政的管理。啊，并不是业务方面的一个推动哦。至少原民会也有人员嘛。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啊，对，这个基本上啊，是我们还是以推动业务为主啦。但是这个基金管理委员会只是去管理那个基金，那个并不是说啊，这个计划准不准。你说干么都鼓励不一定，一定你农民大比那炸弹啊，你要热爱，每年都农民炸案啊，执行力啊，那的做啥？啊，个巴多啊，把他个人姑娘，有地方政府做啥比达啊，个搞瓦解啥？爱阿妈咋个都鼓，啥个一定你努花东基金，还能来啊你搞瓦玩？你们在审查的时候是哦，就不要说哦，你这个提的计划不好，所以就没有了，哦，而是应该怎么样去提出？辅导
所以在金建会啊，要有一个怎么样去辅导这些，如果原住民的相关的这些乡镇所提的计划比较需要加强，啊，是，怎么样去协助他？对对，怎么样找专家学者团队去协助？像兰屿执行力可能比较40%这样，那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他提计划的能力是可能会执行方面可能比较差，那这个部分由我们来协助他，好，把这个工作把它做好。你啥个么子跟哪里不一样？把该你做那离岛建设基金还能来？啥买的过年阿咪总是做点一步都在阿白手，啥？那一步都在一定的102阿咪灾难，啥买呢？有离岛建设基金还能来按你比编列啥？你比不败啥？你妈阿妈不都是阿拉说不？那阿爸当年就在阿忙啥？一定的要上啥包啥包啥在阿屋股啥？4.7%阿大阿大啥？喏，还听得多阿咪早我说打了卡，我跟侬爱在爱，你个阿弟弟那上股里不一应，历年来最高了。不错啊，不错。过去搞不好都不到一了。在您指导，现在我们开始重视了以后，在4.7%。但是我总觉得说，这个没有自筹财源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有核废料放了30年的啊一个地区，像这样的这样的地方，我总觉得说它的建设应该朝向我们目前10月16号所提的这个整体的规划去做。我们真的是要帮助它，它非常的偏远啊，各方面的资源不足啊。在您指导下，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整体计划，我们也有都有列的时间表，而且把部会的分工都做好。很快那个副主任，我们会来追踪，一定完成这样的一个。那副主任你。那行政院金建会把他搞到我们的财政部当那边在那400亿，我们现在五花东基金还在那啥，在18大面在那一盖啥102面在那，你比变脸后你啥25亿。你看，乌克兰国啊，对呢，乌克兰新闻不凶，所以今天伊爱啥咪啥呢？伊喜欢爱阿布拉，都是阿巴达，伊就挂了阿德米阿。阿杜在阿巴达那阿布拉，沙包喜欢阿德米阿。马哈米杜，古哈尼米蒂昂，对呢，乌代一盖，沙乌马哈尼沙也爱伊。101啊，没在那，噶都可以103没在那，啥买地多，啊，哎呀，斯卡拉姆干啥？巴扎卡，对呢，乌华东地区发展啥，自动伊古咪斯卡姆外。还有咪总咨询，过年有肯有县议会喏不送，像那么改在印度瓦里安，为你呐，刚刚早晚有新歌，有保护歌的阿达多爱啊，你爱做爱，啥让你新歌完多年那达多啥爱，有帮助阿达带那阿吉应，啥把该你喏教育阿多健康还能来搞哇，咪哩哩哩。管理多年，我肯就那一部送爱就还建庭，那一扎上来还干，那而且很大。买了几颗巧克力。哎呀，今年一年做也是娃娃呀，没啥。但是阿明今年西部阿米古里，也其实哎那一年做，少五年多五百几啊，多百个嘛，米的不多年五十那。伊那帮扎啊，肯定是永惠美，米里子里多，一点金西会啊，教育处长，伊那啥，阿侬把了深度给伊嘎嘎找完的来啊，中荣国小，我们做到在啊，带着一把啊大的。啊！一把大袋那，买那长柄锅下面做的，咋？大灯啊！哎，咱爸爸拉去，哈去啊！把袋在咱做大袋，啊，把大龙马都没做大袋。定向之后，成立之后的交通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那再来是午餐的问题。那如果中永国小的学生来到成立国小，这样的交通怎么办？如果说是阿公阿妈，他也不知道，他原本摩托车或是交通的，就是接受。跟第一个要采取的就是交通的方面，就是补助交通费或者是交通车。所以裁定下，我想第一个优先考虑的是学生的受教权。不帮扎多啊，肯定引起刘纯哥啥吧？阿幺今天在对你不顺爱戴的帽，都买了平均寿命。米里斯里今天在对对人不顺爱，我买了平均寿命的不顺爱戴的帽啥？比多阿爸戴着98个没生难，啥买了阿高奥，爱着阿米改基诺肯西欧，我买了啥？平均寿命是74.36岁，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怕怕。这样子，我们要如何吸引他人来常住我们台东呢？在贫穷线以下，我们的低收入户的人口比例也最高，我们残障的人口比例也最高，再加上医疗的资源。
相对的比较不足，所以这些都是造成我们这个贫穷送礼比较短，收入不好，他就没有多余的能力去顾到保养啊、保健啊。这个买呢，给你八幺五教育啊，都买了平均寿命啊，大啊大，啥八幺五呢？就你那一点一个个早晚的那阿米那多，毛呀，他都给你个不努力努力跟啊，都买点那新乖阿米那多，啥在个个怕给你比什么啊？他干努巴龙啊，啥米了啊？咋个呢？阿米龙啊，都那平时会提前都给买哒啊，米阿些啥？刚刚们都阿米啥个怕？我们呢买的那菜多，可别了。安努米布丁爱阿萨卡乌吉，其中一个萨卡姆外。行爱在米沙南，马提登端明到卡多代，那文件会苏马登多马拉文化部都哈米尼丁台湾，马海内乌拉州诺两个人阿瓦他那来，还在阿米蒙拜，马海内还加萨第三。民国马达努一文件阿米阿杰，萨伊那文化部把他卡了管理，多马海内。7835村里艺术文化发展计划，哈那奈，买尼阿拉嘎嘎瓦，啥一张米里西么？阿巴扎扎多嘎瓦哈加，啥也提在一把，大大阿尼阿做爱，买尼乌艺术文化，哈那奈，啥爱马扎扎多年多嘎呀，啥阿马拉提里丁多多年努吉达吉达啊，艺术文化，啥那文化部长吉隆英台，啥那大家对丁一波送一把，阿大大阿尼阿做，啥马丁能对提在阿拉啷个玩？哎，赞哈加阿米里西么？阿马扎扎多嘎啥？一旦都比那啥单上买的都，比如我都等那文化部聊那啥，阿米萨卡巴，我们那文化资产，也买那保护法，还能来阿里个啥，把苏卡深度过给到我比那啥单，第二年嘛嘛，那阿尼阿做爱阿萨卡乌吉啥，买在哈个那阿就很大。一定不送那么大那边那炸弹啥？可都我都没听那个东罗拉拉阿湾阿多尼乌艺术哎人才，你看什么啥不巴达巴达古尼盖地子安诺尼，叫你啊也没听那个过年难，啥乌尼啥乌尼卡达都都尼诺交通诺不送哎啊盖地子安。巴士方不方便？一天就两班啊。为您那文化部长吉隆印台，在爱在阿布拉的沙巴瓦路啊，怎么样？带你进在一点一步松，带在进在阿麦的哈密考察对地子爱，那还是给大姑娘问妈爸的来啊，艺术文化啊该地子安，在我在南姑娘讲罗安，你还给阿巴地人，在米吉林进在阿呆子，在这还是一点一步松，一做哎呀给哥哥拍阿巴地人，多年艺术村还能来。马拉乌台湾城乡艺术文化交流啊，个地子安，是阿杜，我噶巴古尼吉达吉达阿真扎一抓哎啊，艺术家阿呆子，杜尼阿尼阿做，海马布哈古萨噶新疆阿努伊巴达呆阿尼阿做啊，艺术文化。有了文化部之后，在我们做重新的这个资源的分配的理念里头，可能要把更偏乡的地方紧紧的放在心里。为你爸爸罗海，把东欧啊搞完，啥？你是要国内文化部都文化资产啊都也保护法那啊搞完，啥？一点点那热点呀，嘉兰村啊巴里湾啊谈到那面也主席，今年啥米啥干么？一点点去龙应台湾，啥啊？米什么东尼乌？努文化资产啊都保护法还能来啊都啥吧？努加生努尼乌一年一不要哎啊能努到呀哎啊，米达阿比那扎丹啥还在都卡巴都古尼乌，巴巴拉基哎啊来那面。很希望这样的一个建筑在我们的这个原始部落里，是因为文资法的关系我们进不去。文化部还在给文建会是阿巴巴鲁海因都古尼乌把东乌斯都尼乌文化资产是古尼乌干么是挨着是乌东乌斯都伊萨古尼阿卡瓦都尼是乌比隆乌努米达阿比纳扎丹都是巴巴鲁海都尼乌文化资产还能来保护法是乌尼阿卡瓦是乌尼都文化部都妈咪该给斯都尼阿卡瓦只一米古米萨干么爱，行今年花东是挨着是乌比隆赞阿巴拉巴丹你噶是。Pina tu ada mea takia la, lesa nu de mea tabaki ku udat, keo pina pina tu ala subu akubu au ala kosa, ma sengel tu nu na num kunya utipus, unya umalu kai, papa leo tu, kema hini hakia sa, ya iti za isu kuran si abu kra kemi, unika pupu nunyan u batua za, uli kena za, ta ada talakau tu aki talakawan tu kunyan u nyan ulaku sa, sa keo zong ta satu kuna num ami sumo tini ilaku lakuan sa.买炸啊！那阿姐很大。
但在的你家人可以不是过那高了啊，你说啥？那一些古代面阿达巴吉古达，也提着爱米东东爱的那修古兰西啊，我们还明啥？马路有哈命古的不是别哈正，而且很什么他妈当古的别是少，嘛生来努那努阿的不啥，也乌拉米都啥。Mamu ni mo ne to ya tipo sa inayai to kwachi sa mahine ma pichi ai au ala ko sa pinapi ina ala subo akubu sa inay nae to kunikalukan sa amin kumalukai 就像我的部分就整整泡了两个礼拜，那水都不没办法退，然后造成浆苗全部是泡烂。这一个状况也造成了100年二期的水稻跟101年一期的水稻哈。啊，都已经造成了数百公顷的水稻可以收割而没有办法收割。原本一甲地可以收割15-16万的，那补助也只不过是14000块。在汉沙，干嘛去呢？那马路盖嘛的能多呀？我也提着爱那沙瓦那修古兰西啊 ，table 伊拉布沙，我们那屋你看沙乌布诺斯里根阿多。把多少？阿吉达拉卡，我们可能乌拉库，啥爸爸了，哥爸了，做那尼，啥嘛那那库那努努，啥瓦，啥那么该在店里啥啥尼那 table， 啥你介绍都待在啥啥哎啊，拉库，啥你龙我都的那水那河川局，干干们都阿咪个个姑娘乌那努努，啥瓦啥。这里的梯房其实是老旧的一个梯房，基脚呢它是比较浅的，所以。我们顾及机脚的一个安全，我们会做适度的一个疏浚。我是刚木吉那河川局啥在汉沙呀，啥啥呀 table 在盖拉布拉布古尼比古尼比啥啊啥啥的，就是多爱拉布拉布古尼比古古地的沙瓦沙，大多阿妈马亚古尼努那努沙，安在沙阿妈旅游古尼努 table 沙。哎呀，啥的，说是多啊，刚刚啊，米沙巴罗海啊，米沙啊，在那提报啥？叫米多达瓦都在那水利会啊，多年有金西湖啥？啊，把该家都一啥啥哎呀，啊，该给提答案，我娘啥比阿拉是多年有。我娘我那农啥，阿妈哩阿多阿米啥阿啥爱个巴多阿啥爱多个巴哩姑娘做啥？其中有个米啥个么爱？那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阿巴嘎尔东麦念努米达比那扎达安上阿达多沃努玛鸟新传奖阿那奈哎沙巴多沙阿布拉多沙阿巴达尼扎古里玛阿德米阿阿巴高拉恨啊！第你第你一年做哎，还真古玛一年啊，帮俺他家阿扎汉达吉那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吉林江义古米萨卡姆外那阿吉很大。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第三届原住民族公益新传奖从这个礼拜开始受理推荐报名，我们推荐报名截止的时间是到11月30日为止，以邮寄挂号为名。我们这次推荐的对象是年满55岁以上，对原住民族的公益它的发扬跟传承有杰出表现的，透过呢各县市政府或者是乡村市公所教育文化单位的推荐呢到会里面来。报名完了之后呢，我们会邀集学者专家来共同来审查，得奖的我们会公告他的名单。我们一辈呢在12月25号在台北来颁奖并颁发证书。汉娃娃那边大名出来来，啥？俺们是金都，干么那边大汉那来个咪？啥？每年俺们是金，啥？一沙包都是爱阿布拉，沙包里买阿德米阿，俺们是金。每次爱个么的干娃娃个，啥？俺们的能度过年做爱阿爸爸拉个咪？俺在汉大个那行政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吉林江义共咪啥干么爱？那件大。101年。原住民族学生升学优待期的文化跟语言能力证明的考试在10月底报名截止，总共报名的人数有13815位学生。我们现在目前
正在查对他的身份。我们预备在11月28号发放他的总考证。这一次考试的日期定为12月15号，在台湾的地区13个考区23个考场来举办。我们这一次的考试通过的、拿到证书的，他的升学考试加总分的35%，没有证书的只加总分的10%。海地里伢说一抓阿妈手不管伢说那而且很大。哎呀，这边阿妈林的多嘎多会12月6号，哎，今天花莲光复乡北富村，哎，绕古米沙卡博爱安尼比纳纳姆。以12月8号，以泰鲁格国家公园，哎，绕古音乐会努达鲁古阿尼亚若。11月30号，噶多过于12月16号，第尼泰鲁格国家公园，绕古巴蒂南盖顿上安尼比纳沙丹阿多多温。爱家的面阿玛林阿多噶多会12月28号，定于花莲吉安乡图书馆，爱家巴丁南盖顿沙辛阿拉沙辛。汉伊定尼尼阿若，伊只话阿米吉林多噶古里安哈格，那阿是很大。国际纽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米格林都寿险顾问艾丁尼花莲市米古利香柚香昌和食品有限公司米格林都巴鲁代阿米古利艾丁尼波斯库米古利胡茂商行米格林都巴扎盖亚阿米古利艾丁尼吉安香米古利民雄钢铁有限公司米格林度钢筋加工人员米古利爱丁尼以及安乡米古利宏泰建材行米格林度巴祖利莱度杜拉古米古利爱丁尼以新雄国米古利企业快木馆米格林度米萨卡拉夫盖埃塞户爱丁尼花莲市米古利合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米君多巴萨盖亚阿米古利亚丁花莲市米古利热带鱼物料有限公司米君多总会计艾丁花莲市米古利汉阿帕那汉来吉达萨玛那卡里奥阿米阿加扎多努米达努萨克扎亚阿新蒙人家下马山都不安海，马达乌乌，马里西布努那巴塔霍马斯巴夫都塞端海，那马巴萨多改名马斯，伊尼塞那下阿桑都因胡米山塞端巴西纳巴纳。埃及多阿金先生来新闻，查宾尼列多是加勒加米的那个查伊县，阿达西巴丘南，达西乔吉格兰对转卡达马达新闻，来在那昆朗都布达古达阿吉代阿夏凯都出。新闻的会员看的黑暗杀害他拉文尼达用会一代大王用会的日子在那个用不肯看看你如果杀死我是拉森尼达有过来不清华南并且安过来清华南看你去爱在阿吉代阿达都冇见咪好，嘛那莫阿木干都买条有机阿尼巴鲁马都多沃的，啥为你呀农开厂弄呀农家林果，啥伊就古买呢巴鲁马呢都买条有机哈那那阿蒂布斯，拜来都马路街阿巴鲁马都买条有机阿蒂布斯，爱在阿米沙南上，那巴沙巴岸阿巴鲁马都蒂布斯，啥那农开厂农家林怪，啥一定哩果果伊叫伊阿尼阿做，啥巴鲁马可以。一分地价，古那么现在有机，还能来按
阿尼巴罗马阿迪波斯，阿莫尼奥萨巴萨巴西巴纳多尼尼亚佐埃啊拉古萨尤在那比拉格萨，那农开场努卡林古萨伊朝古尼巴塔卡努尼杜萨比关摩奥藏古古卡多代代在地上，阿米纳南海藏古尼巴罗马都有机哈那奈啊。阿迪波斯萨埃赞阿在卡巴代努吉尔盖古尼巴鲁马萨那奈，马希尼萨盖迪汉萨啊，马希尼埃阿马扎卡杜古有机哈那奈阿尼巴鲁马阿拉祖勒萨盖迪汉萨乌马鲁盖有在那巴鲁马多年乌迪波斯阿马蒂嫩杜马希扎埃古马的乌有机哈那奈阿尼巴鲁马萨乌马希扎哈盖那阿吉很大。你那农开场路甘林过，哎，咱们上那一定的哥哥，一个月阿尼阿做，一朝过你巴西巴那，我到都站阿乌马，啥地热阿巴鲁马，多年都有机阿提普斯，啥阿都哎站阿在噶，甘路年路离开海南的阿尼皮达嫩，啥伊地热乌马啥，都啥把他安到阿美萨米修根在巴鲁马伊，啥维尼乌花莲21号。阿迪波古萨巴鲁马，是乌萨卡巴海阿迪波斯，伊天尼台湾吉纳迪波斯，是乌萨卡巴啊巴鲁马都蛮有有机阿尼巴鲁马。它的米吃起来口感是比较软的，那在我们一般有机栽培来讲，大家比较重视的是一个健康，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做糙米食用的一个品种。都是阿巴达那么扎米修根，聊完那扎巴鲁马萨，巴鲁马都还有有机阿迪波斯，一定年的巴鲁马萨爱萨乌马鲁盖阿玛蒂嫩度乌扎嫩古有机阿尼巴鲁马哈那奈萨亚马苏马杜古努苏马马杜巴特拉在阿扎登。我说奇怪，这个根本就不够肥，为什么不放肥料？后来我现在我才知道说。原来是农改长，他有他的那个怎么，他们有研究。伊滴哩侬有机啊，巴鲁马多年阿迪波斯啊，示范区啥呀？外阿尼巴鲁马，伊朝姑娘在个扎姑娘屋，爸爸努古力努迪波斯啥？伊朝多姑娘屋上拉在啊。阿迪波斯是为了购买阿比西菜，阿迪波斯在汉萨，这个在萨克米姑娘乌达麦努拉拉，是伊在瓦扎古吉鲁盖乌米木甘奈米巴达耶，是叫米观摩姑娘乌农开场，是盖的汉萨爱乌马鲁盖阿玛蒂嫩杜杜尼卡巴拉基诺迪波斯。我们希望就是说，慢慢现在社会走向一个休闲。那原乡部落有很好的资源，那我们希望这些产业，也符合这个好的环境，让游客进来的时候不是闻到农药，而是闻到一个田野的清香味了哈。盖的汉尼那农开场格林古，一定你一个月的安尼阿做，哎哎呀，大多古尼巴鲁马都蛮有有机阿提波斯，啥我盖的汉阿白来多年哦，马萨卡巴海诺尼阿做爱，啥大鲁马伊尼阿做，哎阿玛巴萨卡都古拉做诺尼阿做爱，其中一个米萨卡姆爱。行一定的意达到茂林海南的安尼阿做，为你那交通部观光局茂林国家管理处海南来啥？堵路阿拉苏布阿曼古尼巴罗布斯米沙阿都每年我阿吉很多阿里巴棒海南来啊视听馆，那阿吉很大。伊滴哩伊茂林安尼阿做，伊做做阿只山上阿妈姐，都过年阿滴爸爸喊奶奶，你看阿侬么乌达过滴咩阿，当只家家爸过滴咩阿啥，阿在都家姐过年乌阿滴爸爸，阿伊朝呢过达大姐阿咩阿只都阿滴爸爸，每一年乌三 D 动画喊奶奶 film 啥，伊朝过咪啥讲麦都努卡莫努咪达，阿都咪啥努胡拉麦个过达过达爱喊10分钟个达那有个，啥乌伊滴哩伊台湾，咋在跟他们喊奶，马啥做嘛？爱啊，三 D 视听馆，哈那奈啥啊？伊朝都咪修改，都多买奈物，咪啥啥啥比啥利息，阿拉啷个玩？啥？我待在阿达猫啥？啊，马蒂马海朝那待达那达等啊，爱啊待在也是阿里巴巴阿阿比喝的，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看到他的孵化过程，然后看到他越冬过来这边。就是很像那个候鸟回家的感觉，对孩子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看见整个生命形成的过程，然后整个一个如何传承，
对，然后看见，然后这样三，因为是三 D 嘛，就很有真实感。对，嗯，好像身临其境。那么把这个紫斑蝶的这个群聚的那个的景观呐、啊，壮观的状况，让游客去体验，同时把紫斑蝶的这个文化的背景跟我原住民地区的文化背景啊合成在一起，哎，预防说万一天气不好的时候，游客不会败兴而归了。哎，交尾的时候，在那个这个大嫩谷你不要去的 frame 上，他把都带着一部大上面是多年哦，你把的那盖多你啥心安上爱阿妈嘛，不个的那速度阿的爸爸亚的国诺阿的爸爸是真阿妈啦，阿的爸爸啥的你个新阿湾是真阿的爸爸阿妈把哈儿啥那。贸管处阿杜社区发展学会，马比日昆尼阿巴扎嘎杜吉在阿德茂，上爱阿玛扎嘎杜阿嘎杜乌杜古，萨比古里努尼阿佐爱。现在因为那个八八风在过后，我们就是为了要拯救茂林的观光产业，所以能够就是为部落尽一份心，其实还蛮开心的啦，对。Katuo katuo sa toko masakapay nunya zo ay taluma inya zo sa amin dap a pataka tu na mauling a lazul sa ina mau guanchu sa tulo ala subo amang kundi palopo sa amin sanga tumahiniay usan di tonghua guan no adipapang misa isa lang kundi sanga ay katuo katuo ko tayzay amidang miharhal tu unya utsabay utayzay amidang sa amin liza amin itini ipaw i tunyan o阿里巴巴阿嘎哇激动于公司干嘛外好，我们今年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巴蒂南盖杜曼尼瓦阿迪巴棒，萨卡杜瓜提在伊南头仁爱高农自然史教育馆，提在巴蒂南盖，那而且很大。哎呀，伊蒂尼伊台湾瓦迪巴棒萨马嘎拉多多斯巴阿拉斯布古在噶尔扎扎阿迪巴棒，伊蒂尼伊南头普里仁爱阿嘎基提在岸上，五年诺阿迪巴棒萨。伊早都过都杀阿拉苏布，过这个在阿里巴巴，杀你个伊苏妈妈，杀那么杀个多年阿里巴巴，杀我们乌马鲁盖，杀阿米巴泰多年乌斯里盖，杀亚达昆皮布杀多年乌萨巴尤，哈那奈杀，叫杀马里湾马里湾过年乌，你个盖亚达诺阿里巴巴，哎呀阿弟弟都，一定你仁爱高农自然史教育馆，杀伊早过巴蒂南盖多么奈乌蝴蝶，哈那奈啊巴蒂南盖杀。ang ay ukat uday am amiliawasa amatin nang to adipapang kaya dihan sa imahinin pati nang kaya tunyan o adipapang hananay sa amatin nang to tunyan o kawaw no adipapang ano hachisa ko adipapang nga ay umanyaw sentay pao'y atunyaw jinji fazan za ay tuka sa siwar 很多的农夫其实根本不知道它是蝴蝶的幼虫，就直接把它喷死了，因为就觉得它就是讨厌的毛毛虫，就把它喷死了。嘿，那其实很多的方式其实是可以把它抓起来，然后也许就是把它养起来，它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材料，然后另外也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蝴蝶呢蛮好用的，那另外其实我没有认识那么多，它的脚我刚看了一圈，化学色就有点像春兰最让我了解了蝴蝶的习性。有蝴蝶，韩国的帮安安都能爱在你把顶安盖，所以嘛，现在是有阿里巴巴诺。福尔摩沙哈那阿伊米，我盖的汉沙，爱乌卡多代代家沙嘛，阿卜卡蒂嫩，伊蒂尼伊卡尔，少在呀，那古在卡尔扎扎的阿嘛乌吉拜哈那奈，乌达巴基，哎，古曼奈阿卡瓦乌沙，爱阿芒阿，那不都古尼卡蒂嫩，都嘛奈沙比宝玉哈那奈啊，你比心心，沙伊朝都拜呀，安吉苏阿在巴拜水，都嘛奈努阿里巴邦阿奇福卡，沙爱乌卡多代马拉达拉代都阿米阿。阿妈的能多阿的爸爸，激动于我们啥干么爱？欢迎大家待在伊，你阿做农民到我们那扎蛋行来，买地到阿妈的能都搞完努，你阿做爱，那么还咋顾有苏妈妈跟那你阿做阿卡多块爱咋，屋里去想个咩？啥待在基地里，基地里好破阿你阿做，咪好忙，基地咪制造，阿妈的能爱都搞完努。名作是亚代表的新中国是有信，今天是阿今天在过八十八来的答案，那还是很大。
遇到呀1878阿米萨难，那是高傲都没有大姑不完，还能来高傲。那么巴拉加明，那里有说都带着一马一步了，别那都阿米在那么巴拉，那么巴拉加明啥？马嘎扎邓坤尼，一提在一起来还能来啥？一朝那一股那诺阿呀喂，阿尼卡鲁干侬尼阿乌麦提在，啥那达杜罗阿拉鲁马安，阿达达马阿米啥？阿拉啥都都念我啥个乌吉，阿米金都巴罗海阿拉拉，阿巴达达西提。Sa katukoy tini hopo na mabalaki sa tazap sa to mi patadas to itiza sa tupatizang tutuluma sa malinga to to itiza ama ujib 刚好在嘉山这个地区啊，当年是有种植的樟脑，那当年这个樟脑是算是高级的一个需要精品，那因为当年发生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一些待遇，造成了这个事后的违例事件。违例事件简单讲叫欧亚马事件的大山事件啊。因为当年花莲司厅长叫大山欧亚马，率了日本本土的一些商人跟一些地方首长，到了这个发生的地点，也就是慰劳这些长期受逼迫的族人。那因为在狂欢之夜啊，经过酒后，那这个当地的族人的首领啊，头目啊，认为这个时机是最恰当的时候，也等待了许久的一个时段，就发起了在嘉闽嘉湾地区的一些勇士啊，来对日本这些司厅长一行27人做凌晨的突袭，那造成了这个27人的日本人司厅长也好啊，还有一些商人，在一夜之间呢被歼灭。一十点半，你那里做？我中央山脉欧亚马汉吉扎波哟，有阿弟爹古巴比干，那努你做爱杜卡达拉拉尼吉扎，马扎登来一十三呀欧亚马阿波哟啥？一朝叫欧亚马汉那来阿尼阿做，我杜鲁古古莫能爱吉扎，我做马啥？卡当卡汉那来啥？我努萨吉扎呀阿尼阿做，爱扎马老不是多米吉那达杜萨呀阿尼阿做。在后2-3年还在日本的统治下啊，那刚好我的外公啊，在这个嘉湾派出所当警丁啊，那27个人的头颅，那时候是暂时放在这个樟脑公寮的一处，那在之后为了安抚这27人的这个灵魂。那嘉湾派出所所长就勒令我的外公啊，把这些头颅移到平地，也就是这个嘉山现在目前中游油库的上游，有一处是设置一个他们的神社印像，做的蛮豪华的。那这个过程呢？在半山腰载运的时候一个一个头颅运到这个安置在这个神社的他们的共同一个轴里面，那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因为他一个人在载运搬运的时候，也许他的这个受到这个27个人的烟气他本身的这八字也许比较肉一点，无法抗拒他们这个烟翼的这个抗拒围剿哈。那最后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不到一段时间呢，我的外公因为当时是用竹篓去背啊，他这个头部是180度大转弯了。
有阿弟弟那阿爸比干卡达拉兰，有爸爸拉基萨，吉那佩，那多阿米萨卡姆阿妈，那卡比祖母在地在呀新呀人家那里本萨，伊地在卡多乌古的多萨阿爸达拉乌多阿迪娃娃。别埔部落在新城乡是政治、行政、经济、商业的啊聚集的一个地方。当年新城乡的萨基拉亚居住在本部落的时候，人口非常稀少。那么经过在民国之后，因为为了生活，南下的阿美族族人也好，啊噶玛兰族人也好，从七旗也好，为了生活，因为新城乡别埔部落是当年大力士工厂发起的一个啊新兴工业地区。原来别埔部落发源地就是我们现在台九县啊派出所过来这个区域是一个中心点。呼巴尼亚族埃扎萨比纳杜亚达托库尼亚族萨尼卡咪咪扎安萨巴尔卡杜卡布隆安阿马拉里吉达纳奈乌萨卡卡萨松阿埃杜努尼尼尼亚族伊。感谢我们的同胞在那一个时段55年到65年这一段期间有就业的机会，能够迁居在新城乡北埔部落，啊，造就了部落啊人口的增加。以后不安呀，若亚达亚达昆巴地震，都买那种大理石啊，欧美啊，给呀，啥物？有马萨卡派诺尼亚族爱待在意大利斯工厂阿米古里，我达待那啥待在第尼欧米亚吉亚诺大利斯阿米古里，啥达达马希扎多诺大利斯阿尼亚族不。别埔部落的目前的发展史是由啊大利斯工厂带动，那么当然新城乡也保存着啊过去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痕迹。啊，萨基拉的文化的根基，再来卡玛兰的啊文化的根基，以至于我们南斯阿美，甚至于其他族群，都集中在新城乡。地方的建设、生活的啊必须的一些啊要求建设，都一一的给予我们族人更多的一种照顾。我好不安呀，从阿贝里过年路交通，米扎比都去过去就，阿都帮伊做阿努卡林库，啥米扎比都加一档案那七星堂，那来滴只，办十二过年五百哟，啥我对年爸爸对滴只，啥今年我好不安那来啥，达达我尼巴达索，我尼巴斯贝努的都过好不安呀，做阿那来。希望市民阿吉东伊米吉扎一定哩好不。一定哩，伊秘鲁，乌马登那塞多，阿吉达吉，唔系呢有古文明，阿吉达吉滴只，亚大古，然后上那伊滴只阿拉做了，啥？西藏话呢，还叫古嘛系呢有观光，阿多嘛呢有文化保存，阿多嘛呢有生态保护，还能来啥在噶？啥西话了啥？那西藏话。秘鲁政府，我们家搞好家，啥以前国家派搞，我打多东安那么大家，啥打那打以前给他一点哩，一路阿米山路，以啥啥提莫兰路那路路秘鲁阿个地站，啥米亚吉他对地站爱，阿尼亚就爱，以前话呢，我们现在有啥避让，现在现在有生态旅游，还能来，啥干巴啥多个。我们搞起弄地在安尼做，在马把我们把这给地在的亚马逊阿吉拉吉拉安地在，买只阿吉那阿吉很大，一点点亚马逊热带雨林，买只阿吉我们刚刚把啥个都，我们呢就在阿吉达吉啊马把大在地在都阿米当，也地在都阿盖都只罗的富，还能是古米拉大爷，啥在啥个米啥在把大阿丁罗。啊，买了几辆，上面还是在地上几辆几辆安，卡巴尔卡班扎努基斯基。All this area, the ones you hear, the ones you see here,
This is the protected area by the community. 3,000 hectares of land, more or less. All this area, very, very untouched. Nobody hunt, nobody do any activity here. Ini ni kelakilangan tulabata angka kumahinya wa adupan mamalbut kunya uca kercacada adipapan macali wa itu ku 6A lasubu kunya wa ayam sama ngalabtu kumahinya wa inaya itu kasati mananai acingkang ingu hananai kanamu hanu taizai ami aje. Nama kai zai 1998 ami sana malinga tu yai tiza anya zo ya tu ni ai mi luai yai tiza ai a sen ta li yo gong sa ma da ma pu long ko ni mi sanga tu min sui tiza sa pal kala cha tu ma tu mi si ma wai tiza a tu ma hin ai u gai do so kai de han ho ni yai tiza ai dangan ngai ma chun nu shi tu ko la chun nu nya zo ai ngai zai tu kali tek kunya kelakilangan zai tu ka za kap ta ta mau kunya no adupan zai tu ka pat seba ami ala tu mane usi kitang ecotourism like bringing a tourist you know taking the tourist to show the trees the forest and the animals around that area you know charging some money and using that money to protect all the land from the community now like mining activity, doing, for example, here, logging, the same things. So you can do this activity just in the present. But little by little, we are getting over. Because in the future, your children are not see anymore this vegetation because you are trying to getting over this activity. My new Sentai Li Yuan Sapidang, Mubinao Lanu, Miloy Anyazo, Sa Mangalup Tukati Nung, Nutao Tu, Nyazo Nohni, Atumahine U Kasati, Manana Akrakrangan Tija, Amita Nung To Amakat Patu, Mahine Osaka Kapa, Osaka, Sakat Nunyazo, Sa Ngai Amati Potu Kunyan Unyazo Ai, Sa Saituka, Kasiwar, Chidunikin Sakamuai. Hang amala dai tai mitengi tu no mitano sakida ya adadeo ya ya wawa tu uban ciban salan awawa no mitano sakida ya si sayun kumu da diwai sami ko kai ka ko tamana no kato udai sakapan ko ji ping an hai ma wen hoi ya ni hoi ya i hoi ya hoi ya ni hoi ya Hey an ho, hi yo, hey an hey yo, ho ah hi an. Hey an ho, hi yo, hey an hey yo, ho ah.花东地区发展条例通过，立法目的包括政府必须要推动花东产业发展，维护自然景观，发展多元文化特色，提升生活品质和增进居民福祉。昨天对于花东发展400亿经费运用有什么期待呢？11月19号，花莲静浦活动中心让您发声。瑞穗温泉特定区计划案被花莲县府写进东发基金400亿的规划蓝图当中，但万荣乡红叶村占温泉区1/3面积，当地族人表示未取得知情与同意，漠视在地族人知的权益，并且有80%左右族人反对纳入瑞穗温泉特定区。11月20号，红叶村多功能活动中心让您说您想说的话。台东医疗资源原本就不足，有限的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台东市区。南回县只有卫生所和一些小诊所，当地18000多位居民很期待有一家提供病床的医院。原乡地区的医病比例及医疗资源严重不足，长期存在健康的问题，相关单位该如何解决？11月22号，台东大武乡大鸟活动中心，请听族人的心声。连接部落与部落，原地发声，呈现在地观点，敬请锁定。
Kiyako tuhriyak. Nyasip sayhoy ko vayhoy ru yulung. Katan miyang ko gingka. Tiyuksi kintatu makavaks ko saun nanu samrayut ko kasahoy taru inlunganta. Masavla ko kanhanta. Ko kwasru lubuna at ayal ko ringka. Marmaras ko lalaki akin hapkasun makabak ko kay at ayal mahako inungan niya. Nyunyas pagwahs ko pingkawakan niya sa marayot inyungan mo sa kapahs ko kakiyunam. Wahan niya pagalagun kaya ko gaga na kimakaisan uzi. Kinwakan inlungan ro inwahan ko tunog ka. Niya si tagiyot matu kahuls ko kanahan niya uzi. Nyunyas kahuls ko kwas magbabaks ko na lahadyal ragragyak ro kakiyunam. Nyinyas tikahol sa kukwas, pasabak, marmaras ko lalaki uzi. Spiyang makurangi ka, isu. Inwe li huan luan chao ai, 就被迫休学的小佳，经常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满档，这是他对抗癌症的方式。随口随到的妈吉楼威则是陪伴他听他诉苦的垃圾桶。我觉得你应该还蛮幸福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家人都真的都很关心他。对我来说啦，有人陪伴的话还蛮重要的。事实上心情不好就在他周围的人是看得出来的，只是既然他不想表现出来，可是他就是跑来找我们，那我们就也想说那就不要戳破就赔啊。一个癌症病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小佳的答案是就是还是要带他走出来，走到室外，然后看看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触碰他想碰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会，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Life is good， 人生是美好，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顺境成功是好的收获，逆境失败是好的体验。原住民族电视台。
人世从开播以来，一直以知性、人文、多元、缤纷的内容，展现原住民的文化风情。多年来，我们走访山林海洋，深耕部落田野，让文化深植绽放，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原是在族人的殷切期待下，战战兢兢的开播，透过媒体传播的方式，文化终于开启了一页新纪。原这个字是我们的开端，也是我们出发的原点，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必须看到真正的自己。2007年是个崭新的年代，我们褪去了原来的面貌，用新的思维和行动来展现蜕变的决心。蓝色的海洋，黄色的大地，洪荒中展现了生机。于是生命是绿油油的草原，我们的血液热情澎湃，圆融了整个宇宙的脉动。过去我们一直深信，用心就可以看见部落美丽的容颜，听见原乡最和谐的天籁。为了要更贴近族人，我们走入部落，将视角拉回了原点，希望让观点回归于部落。于是2008年，我们从部落出发，我们也要跟世界牵手。在2009年之际，原视和各国原住民电视频道共同结盟，组织广电联盟 WITBN， 期望借由和国际媒体合作分享，携手开创原住民媒体的新局。我们从部落出发，昂首阔步，牵手一同走过，为的是要向全世界展现我们丰富的人文特色，要从世界回观美丽的宝岛福尔摩沙。原住民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自然、永续、互助和分享，朋友就是我们的财富。2010年，我们的分享文化让世界都与我们一起牵手，分享我们的歌谣舞蹈与我们。